再来就是这个马英九啊，他每天都是在解决问题嘛，烦恼对不对？年金什么的，然后未来的方向，你觉得听他的让你没办法，心里面有平坦的感觉，你就不要听他的嘛，你现在就开始不要听他的了嘛。那你觉得听我这边，哎，我感觉比较好，那现在就开始听我这边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，他这边呢，每天就是烦恼，然后解决问题，这个伤脑筋，然后拟定未来计划什么的一大堆，总是这么纠结哦。那你一直听他说话干嘛？你就不要听他说话了嘛。那你听我这边说话就好了。对，我每天就给你个结论，我每天就让你安心，就是这样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有什么问题？我跟你讲，今天就是这样了。好，乖乖睡觉。没有什么，明天没有什么事情了。我们的背景很强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底盘很稳固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就听我这边，对对对，我就告诉你，你有什么问题，我就跟你讲完了。他不是啊，他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每天都很愁眉苦脸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孤立他嘛，现在就开始把马英九孤立了嘛，他没有用嘛，他每天都是皱眉头苦瓜脸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孤立他，对不对？